只要继续往前走，就可以看到农场喽。没想到，眼前竟然出现一只凶恶的大狗。大狗突然开始狂吠。小庞因为害怕，根本就不敢继续往前走，结果詹姆斯竟然自己先跑了过去，只剩小庞独自被留在原地。这时候，小庞，你在做什么啊？啊！居然躲在竹篮子里头。